春晚节目组全体成员尽此追月以来的辛苦工作，希望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，并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。 Now let's count down together to welcome the new year. 谢谢。